Samsung Galaxy S22 Ultra 最强黑夜亮摄，打破低光界限。 Galaxy S22 Ultra 拥有铝合金制机身，支援 IP68 防水防尘，采用弧边设计。手机前后配备坚固的 Gorilla Glass Victus Plus 玻璃，机身右边有开关和音量键，底部就有 SIM 卡槽、 Type-C 头和 S Pen。S22 Ultra 是首款来自 S Pen 的 Galaxy S 型号，它的延迟时间只有 2.8 毫秒，系统能够预测不即，使用感非常畅顺。摄影方面，四个镜头位于左上方，配合 2.4 微米像素感应器，能够捕捉更多光线和细节，优化相片和影片的光暗和内容。低光环境进行拍摄时，使用黑夜亮摄功能，仍然可以清楚看到细节，提供稳定的清晰度，表现出色。摄录方面，支援最高 8K 拍摄，配合智能防震设计，拍片就更得心应手。就是有，乜都有。